一代韩国神仙的主力，随机到了哈迪伦、大门我郎，还有一个维斯。今天晚上第二次随机到了维斯了。神仙还是选择了李良做自己的首发。OK， 加油！那现在哈迪伦面对的是板崎良，血量上对于小孩来说非常不利，还有三秒钟时间，来不及了。三门打主力确实有点难度啊，确实是有点难度。目前神仙还有五颗币，小孩还有28个币。今天晚上小孩随机到一个大门五郎啊，但是他的大门五郎感觉现在不像当年那么猛了，他大门现在比较水啊。有人说小孩大门是水门，你们觉得是水门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啊可以说一下。那中间没了，只剩下一个手里的维斯了。这场比赛神仙有机会了，是不是很有希望？三个人现在一个人没丢呢。终于是艰难的拿下了韩国人的第一个人了。韩国人这边还有两个人，我们现在看的是韩国神仙的中间大门五郎，小孩这里是维斯。维斯现在继续发起进攻，现在韩国神仙发起跳低，怎么办？下臂确认一个天地板，没了，炸气了。与炸气是有两倍伤害的。